对对对，那个空地图书馆哦，错饼的餐厅啦、啊。没有吗？亮亮的，所以完蛋了。为什么长这样呢？你把色温最漂亮的。为什么？有偶尔很你睡沉，来，菜也不错呢，嗯，色温的菜也不错。怎么样？啊？今天怎样？我今天没事，他得多穷。那天你带来伤心，暗在动了，不然。拔丝地瓜，偏甜。
买一张，我想现在袂听迄款意思，我再去看一下。一个东西，花灯之类的。先跟我们回家吗？怎么是三号下来？现在应该是木瓜带你回娘家。
唔敢去啊。嗯。因为咧走咧较歹玩，你莫换工作走啦。你若要去另外那边，若要去夜景的话，差不多七点半就要起灯啦。夜景啊？七点半，因为你该爬一个天梯，啊，你该爬一个步道。